馬志豪，好似好多靚仔喺度啊！啊，咁望一望，原來今日我哋嘅昆明埠嘅車隊啊，崔美瓊夫人擺咁多靚仔喺度啊！好開心喺度，大家朋友見面喎，仲有一個背景都要上去影相，而家都留下啲影相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有心唔怕遲，十月都係拜年時啊！今年咧第一次同各位朋友見面，咁我講到第一朋友拜年先咧，咁啊，各位朋友先係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最緊要咧就係咧就個個都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，長做長有，揾多啲錢，賺多啲錢，有上有落啊，順順利利咁好，好唔好啊？一齊拍手掌先啦，學下自己啦，多謝多謝。咁啊，琴晚嘅財源公告又每人有多6000蚊，幾開心啊！唉，真非常開心啊！好啦，咁不如咁啦，呢個時候同啲朋友握下手先啦，咁啊拜年先啦，大家都大家大力啦，嚟嚟試試準備下 ，OK 好啦。最多人的條街來講，大家給掌聲。
佬咧，大佬成日叫我讀五妖嘅嘢啊！咁啊喺呢度祝大家新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大家揾多啲，好唔好？唔該曬大家。講漏咗咧，佢話五秒，我聽到五秒㗎啦。你哋有冇就聽到佢講咩啊？冇啊嘛。五分鐘喎、啊，你五秒鐘喎、啊，搞錯啊！啲好失望喎、啊，咁快啊！嗱、啊，再講得五分鐘，你講得唔好，再講得五分鐘。啲掌聲啊，中國人啊！咁啊，成日都話我即係蓋過曬佢，我覺得咧，我希望咧，即係話啊，中國人咧都係好辛苦嘅嚇，任勞任怨啊！大家俾掌聲啦、啊、好，咁啊，好多謝今晚咁多位同事出席呢個康登尼套嘅車隊聯歡晚會啊！好多謝大家出席，有啲同事咧平時都冇嚟開嘅，都嚟咗啦。啊，好似啊，狗虎啊，媽咪媽啊，頭皮啊，係嘛？同我哋呢個一二三啊，往常往常嗰個百萬之中，佢都抽到出嚟。仲有一個係日本仔，日本仔大家都識㗎啦，係嘛？日本仔啊，佢都係百萬之中抽到出嚟，想嚟出席我哋嘅呢個大會。所以喺呢度好多嘅往常，好多嘅日本仔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咧，籌辦呢啲咁嘅會咧，其實係好辛苦嘅。阿隊長話：中國人好辛苦，其實唔係，在座所有嘅中國人都好辛苦。但係咧，夜更嘅同事咧，真係一呼百應，一呼百應嘅。啊，贊助啊，交錢啊，一下子全部搞掂曬，係咪夜更嘅同事啊？你哋做得十分之好，我代表大家向你哋致敬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咧，就我哋咧，仲要感謝，感謝邊個咧？感謝我哋副隊長，副隊長84，用咗佢好多嘅時間去買豬啊，同埋執啲木頭嘅，仲有一個。我哋呢條街嘅開心果馬七公，唔該啊七公，同埋84，唔該曬，大家俾啲掌聲佢哋兩位。咁啊，大家另外一組咧就好環保嘅嘢，就同大家講聲啊！大家而家呢個空前咧，就發咗一個名牌，嗰、那個牌咧，麻煩你哋走嗰陣時咧，喺出邊嗰度有設咗一個袋啊，或者類似收集嘅嘢，咁啊俾大家咧就將嗰個嘢擺落去，咁啊等我哋出面仲可以用啊！唔該曬各位大家，好嘛，慢慢開心，玩得開心啲，食得開心啲，唔該曬。知埋佢嘅名咧，我炒佢，炒佢玩係咪？係啦，冇錯。40號嗰信100蚊。佢老友，30號嘅信。啊，係，冇錯，冇錯。32號嘅分。28號咧就周老闆就200，22號黃師傅200，34號100，13批100，13八100，15零100，8號就500，7號咧就郭馳就500，60號咧就黃師傅300，81號開波係500，20號未付啊，大家記住啊！20號最後付咗啦，就五百，就500嗰叫 Andy， 嗰個叫 Andy， 俾掌聲啦嚇！咁啊，大家一路咧贊助啲咧，啊，十個粒打出嚟咧，51號200嚟噶嘛，孖牛半哥就200，79200，35號中哥係100，91號阿黃兄100，50號阿皮叔就500，13號阿中伯100，多謝中伯。50號五零就300，多謝你兄。
係以下咧就係贊助啲今晚咧，你哋聽到啲好歌啊，睇到啲好舞啊，啲同事。另外呢個組低啊，仲有幾個㗎？大家俾掌聲啦！咁啊，贊助我哋嘅紅酒啊，紅酒嘅就係阿四十二號阿黎哥。八十六咧就係、是、大馬哥，咁啊八十三號啊馬哥，咁啊贊助我哋嘅芬尼土街嘅全場紅酒，大家俾掌聲好嘛？多謝阿馬哥啊，多謝馬哥贊助全場紅酒啊，入嚟飲啊！咁另外咧贊助啤酒嘅就係、是、全場嘅啤酒咧就係、是、紅七公啊，俾掌聲啊紅七公啊！我哋芬尼土街真係鼎力支持嘅，所有咧，我哋飲啊、食啊、玩啊，都有人贊助，咁啊，相當之好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、是，另外咧我哋贊助咧，阿哥咧就贊助咗1000蚊俾我哋抽獎嘅，等佢掌聲啊！俾你聽下八哥。咁啊，多謝發哥。咁啊，另外咧，的士從業員總會咧，黃一福咧就贊助咗一共咧呢、這個台費啊，台費咧就一共咧就六封利是，六封大利是。一共咧就係、是、有幾多咧？一共。呢度咧，的士從業員總會呢個主席黃一峰咁啊贊助咗一共咧就係、是、五封嘅半年嘅台幣，係啦，五封嘅三個月嘅台幣，大家俾掌聲好嗎？所以咧，你哋抽到台幣嘅咧，可能好耐抽到五間添啊，可能啲，大家俾掌聲啦！咁啊，另外咧，多謝。咁啊，自由街嘅自由的士團結會嘅樂仔嚟呢度食飯啦，大家俾掌聲啊！樂哥，你係一起執行嘅。快達街嘅可常市團結協會嘅同學，阿可常，咁啊，主席嚟嘅，俾掌聲。另外咧就達哥啦，俾掌聲啊！成件間嘅嚇。咁啊，另外咧，黃一峰咧，仲贊助咗我哋5000蚊嘅，5000蚊嘅現金。不過咧，我將佢分開咗，咁啊，撥入去一半咧，就撥咗去俾呢個煙花歌舞團嘅贊助。點解咧？我哋要將所有嘅嘢咧，就撥諸娛樂抽獎嗰度，一路我會揾到啲對象落嚟幫你哋抽取獎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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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有少少認識到咁我都識唔曬喎。不過大家嗱呢個名咁講起，我就嗱首先啦，咁咧就介紹我哋嘅靚女阿周怡先俾掌聲好嘛？起身啊，起身唔該。周怡靚女，咁另外咧就呢、這個自己介紹啦。早間阿欣啊，起咗起身啦，而家影相啦靚女。另外咧夜間嘅之旅哇！另外呢位就係早間嘅阿 Kiki， 俾掌聲好嗎？另外呢、這個中間嘅阿黎姿，俾掌聲好嗎？隔離嗰個靚女。阿妹啊，俾掌聲好嘛？呢啲係的士總的的總嘅台長啊，咁亦都請得埋嚟啦，一嚟啦。咁仲爭呢樣嘢係話贊助贊助啲嘢都要啊，仲有另外咧要頒獎咧，我哋咧就啲
即係話代表我哋車隊裏邊啦，即係話分享嘅嘢，即係咁打開翻會頒獎，另外咧就觀眾觀眾華島咧就歡迎頒獎出嚟。咁咧就啊大家都有位坐噶啦。咁啊無論點都好啦，中國人仲加一樣嘢，我哋咧年關都要啦。咁咧啊今年咧即係有心百年，因為呢個係香港嚟噶，咁都要氣氛。咁啊祝大家咧今年路路暢通，身體健康，謀財就手，偷年就行好運啦。希望大家啦，個個都生意興隆啊，財源廣進。咁啊，多中國人啦。大哥啊，明哥啊，明哥講啦，有嘢要祝福你都好簡單嘅啫。啊，跟住開炮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啊，合作愉快。我開心又見到大家，年緊有一年咧，繼續開心得咁啊，多多幫忙，多謝曬。及时又现出现，往事最熟最真。想问你，有你多开忧乱，始终世下了几个。Oh, God.